男神归来天后驾到艺阳群星演唱会，将于2018年9月09、20、00日在艺阳云梦坊周喜色花洲上演。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艺阳群星演唱会门票价格、时间、地点及演出详情。艺阳群星演唱会信息：艺阳群星演唱会时间2018年9月9日周日20点，艺阳群星演唱会地点：艺阳云梦坊周喜色花洲。艺阳群星演唱会门票价格280元、380元、480元、680元、880元、1280元。在线订票大和票网。艺阳群星演唱会介绍：男神归来天后驾到，系中国知名的大型群星演唱会品牌，本品牌长期与两岸三地群星经纪公司直接联动合作，屹立于华人流行音乐的明星平台，致力于为全国观众创制票超所值、惊艳动听。以演唱会形式呈现的是听盛宴，男神归来天后驾到。2018艺阳大型群星演唱会是艺阳市有史以来规模较大、档次较高、观众较多、宣发较广的大型文化活动。鉴于艺阳市已多年没有举办同级别演出，奔波于省会及省外的众多粉丝终于可以在家门口淋漓尽致的尽享。经过缜密、科学、细致的市场调研，本场演唱会挑选了艺阳人气较高的两岸歌星。男神归来天后驾到群星演唱会是一场盛大的时尚聚会，为观众创造一次独特的视听体验。活动将汇聚一流的音乐家、艺术家、设计师，向那些塑造了我们音乐及时尚品味的艺术先锋、及时尚偶像致敬。男神归来天后驾到艺阳群星演唱会将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的经典音乐，跨度80到90年代，将影响不同年龄层的金曲和时尚元素予以融合，向观众诠释多彩的音乐世界。我们用色彩来告诉观众，时尚的就是美丽，美丽的就是潮流的，音符永远跳动，时尚永不停息。艺阳群星演唱会入场路线图。